没有讲完，所以我现在接着讲。有没有鼓掌？那个你们的学委麻烦发一下那个课本。啊，我接着要讲的事情还是跟军训相关的，就是我们军训的时候不是会有除了训练还会有拉歌还会有游戏吗？就是到时候大家跟教官是在军训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唱歌的环节，就是唱军歌、拉歌。到时候如果我们的声音大，就可以让对面的方正在搞表演。如果大家想看，就把那个歌声音拉得大一点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们会发一个册子，那个册子就是我们可能会学到的军歌，大家都会想休息了。但是不妨就跟教官直接讲，就是教官，你学歌吧。然后接着讲一下那个。有没有人已经会唱军歌了？接着讲。好，然后讲到那个军训的第二趴，军训的第二趴就是说我们会遇到我们的教官，对不对？在遇到教官的时候，希望大家能够主动问好，因为我们是在进行一个军事化的训练，所以说遇到任何的事情都要打报告，包括打喷嚏也是，挠痒也是。你打报告了是可以打的，而且会很好玩，说不定你还可以休息一下。然后那个站，然后听到哨子声，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听到哨子声是必须要那个立正站好的，因为那个哨子声意味着是首长来了，一般不会有轻轻的哨子声。还有一种哨子声就是我们要开始训练了，就是训练已经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听到哨子声的时候要站好，这个到时候教官也会跟大家讲的。然后跟教官记得憋笑，我不知道我们的男生是不是很爱笑啊。如果大家在向左转向右转的时候直接练了，会不会笑？有没有谁能盯着自己的室友看十秒不笑的？这个到时候是可能会有个环节，就是让你这一排向左转，那一排向右转，然后两排就直接这么对着看，如果说谁笑了，谁会被拎出来。所以说要不然后第三趴就是一些，如果大家希望军训生活好一点的话，那么我等下发的前面就不细讲了。就是第一点，记得涂防晒，这边就是防晒。但是我感觉这个天应该不会，建议准备雨衣，大家可能会一起准备雨衣。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永远提高5分钟到训练场。比如说教官说的2点钟集合，建议大家1:55集合，因为早集合就意味着早下训，这是真的。早集合就早下训，如果我们这个班能够早一点到齐的话，到时候我们这班的评分是10分的，而且我们可以提早下训，可以提早来。然后就是教官对你凶，如果说大家发现教官很凶，男教官也好，女教官也好，我们的教官是一个从军里面退下来的，他现在当兵了，然后现在来当大学生。如果没有换人的话，就是如果他对你说你不要怕，他对你说可能只是一个他的原因。如果说你觉得你没有错的话，可能他因为对你少时间，所以才会对你说。你能聊你就跟他搭话，说不定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对，对吧？然后不该提的场合，希望大家自己心里都有数啊。该尊重人的地方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尊重。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很辛苦，他可能会很辛苦，很有面子。Yes, yes. 换掉之后的话，他想找个由头，能够杀一杀大家的威风。但是如果，Both little